做創業者咧，最緊要講求咧就係融合同埋結合大家嘅優勢。林志祥的公司原本研发商用机械人，后来看准医院人手不足的情况，投资约七位数研发医院机械人。现时本港已经有四间医院采用，包括伊利沙伯医院、联合医院等。由实施到现场使用大约用了半年时间。